年初六了，西西的生日了，我就今天要给他一个超级大的惊喜。西西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哦，来给你一个超级大的惊喜。这个啊，对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就放几个单子的衣服。这里怎么不满意吗？不满意。好，我再跟你换，好吧？满意吧？这个蛋里面有很多大奖哦，各种好玩的，还有大红包。以后呢，里面可能还有两个小小的小惩罚。什么？生日还有惩罚的呀？这么感觉惩罚？因为那个奖励太多了，必须要有那个惩罚综合一下。难受。哎，等一下，跟乐乐一起砸呀？为啥？又不是他的生日，是我的生日。那乐乐的生日，你是不是也参与那个抽奖活动啊？丁丁糖，恭喜你！来奖励你一个丁丁糖，是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啊，经常拿的这个，有街上有那个卖丁丁糖的，我们要拿那个旧的牙膏或者拿拖鞋。这不卖牙糖吗？怎么是丁丁糖呢？哎呀，我来给你演示为什么叫丁丁糖啊！不要的拖鞋呀，不要的牙膏桶啊，那个牙膏怎么拿来换？有啊，去吧去吧，丁丁糖哦，马王子拖鞋是吧？啊，好好，可以可以，300年没洗，200年没洗都可以啊。来，我给你挑两个，来给你挑个丁丁糖，我的妈呀，敲不动，不要着急。鞋垫可以换2块，那一个拖鞋给你两块糖，耶！你粘在牙齿上抠不掉，粘那个丁丁糖就是这样子的，很粘的，粘牙的，牙被偷了啊！跟我们以前的比，好像它这个硬一点，我们这个拿起来还是软软的，这非常硬的，粘我牙齿背后，粘好多。你是不是没有洗手？拿拖鞋没洗手？拖鞋味的丁丁糖，乐乐到你了。准备前后黄色的。好。惩罚。哦。是哪里？哎，这个。南瓜马车。南瓜马车。南瓜马车。这是啥？哎，好多零件啊。嗯。哦，这种啊。是的。嗯，它可以拼成一个南瓜，用刀把它剪断，小心也不要割到手啊，它会有点锋利。这个，这个零件真的是太精细了，又容易断，又容易折，又容易烂。我已经做好了这个，有点歪的。那个南瓜是吗？我看看，现在其实已经做好了南瓜车的这个南瓜，这么小的，你看，手指都看不到。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真的不是人拼的，这太小太小了。你看一下上面那两个小点点，看到没有？要插在中间那两个小洞洞里面去。哎，这可怎么插嘛？看一下，太精细了，太难拼了。西西，乐乐。要不我们先把这个蛋砸了先吧。OK。那个我们留着后面慢慢拼，可能要拼个2天2夜才拼得完啊。暂时把它收起来放起来先。刚才那玩具太难拼了，我们先砸。乐乐，西西，你要砸哪一个呀？砸第一次没有砸到的蓝蛋。好。哇哦！给我看。都有啥？挑战抠糖饼成功得100元红包。西西，你看有三角形、伞形、五角星、圆形、四角形，还有那个爱心的，六个全部挑战成功了，就给你100块钱红包啊！三个吧，三个就100是吧？嗯，也行，每个有一次的给你真的滋味。我决定先挑战这个三角形。乐乐小朋友也在那里玩，让我吃一次。乐乐，你玩的是什么？伞形的第一个三角形，他刚才已经裂了一块。
完全可以用手掰，这个太慢了。掰嘛，哎啊，真的行耶！干嘛？乐乐的掰断了。你看乐乐失败。哈哈哈哈哈！成功一个。啊，你这个正方形。可能。这不是等于送钱吗？哎呀。再拿一个圆形吧，这个可能要抠。怎么抠？这里抠。其实换成了牙签。大崩大崩响，按了两次。最后一次才可以。嗯。我又完成一个。嗯，那他又完成一个。你要不要试下用手掰一掰？啊，好怕！这马上到手的一百多又飞了。真的哦，幸好没破，那我没破掉，哎，完美，哎，又成功了一个，来，成功了三个，给你一个很可爱的小兔子红包，还有三个，继续，吃掉，啊，还是从最简单的开始，吃心形的开始，心形下面两个可以掰，上面就不要掰，这很容易啊，感觉。不冒险，他要慢慢抠。嗯，又成功了。那我抠的行，来，行不行？这好像有点厚。来，后面抠，后面抠会比较简单，正面抠比较难抠。可以掰了，谁敢掰呀、啊？这个，我就是这样掰的，来，又 OK， 又成功了，哦，已经成功了三分之二，啊，失败失败，三星过了，给我一把的，用三星太难了，好啊，可以，我打算这里先把它抠掉。掰到没有？哎，掰到了。还是掰好了。啊，这你掰不敢掰。哇，快要成功了。哎、啊，断了。但是你也拿了一个红包，也可以了，是不是？那可爱的小兔子。哎呀，赶紧点一点，赶紧选呀。哦。都有啥？青蛙跳舞。青蛙跳舞。恭喜！记住好没有东西。哇，够高够高，要刮一声的更好看啊！还有最后一个。怎么啦？脚都跳到了，哎呀啊！小心跳跳个青蛙跳呀，弄到脚。青蛙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最后一个不罚你了，就四个。西西，你要找哪个？好。啊！啊！这是两个蛋。哇！两个蛋，就是祝你生日快乐！哎，我们一起来祝西西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这两个蛋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了啊！这两个蛋什么呀？那也算你砸到的，这运气对不对？现在这里面呢还剩下七个，问说里面还有个超级大奖，乐乐到你了，超级大奖！之锤选择了，哇！捡的是，哎，真的，捡！我去下雨啊！带我去想玩的地方。哎呀，你看你自己感动你自己了吧？哪里都是了。我不行，我不行。哎，别你傻了，别傻了。哎呀！喂！再来。你们玩的是可爽了啊！等。
黑金带你去啊！选哪一个？红红火火。OK， 非常好。哇，一爆扣！啊，票呢？票呢？飞到这里了。啊，飞到这里了是吗？大家是哪？是什么？动物糖果是什么呀？奖励你一盒动物糖果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。这是什么哟？这个是牛牛。这是狗吧？你打开来看看。看看是啥？哦，还有一个盖子。哆啦啦。它是个喜羊羊。羊羊是羊。这个两个兔子。只只羊，烤全羊。我觉得应该给乐乐一个兔子，因为乐乐是属兔呀，对不对？他是要养的，就是成全他了。已经碰过我羊手，看这是一只羊。嗯。吃羊肉了。我回头了。嗯，谢谢。你要哪一个？这个牛牛。你要牛牛？为什么你们不要兔子了？今天是兔年呀。兔，这是吃兔子吗？兔子先把他的手里的食物给他吃掉。抢他的红萝卜，红萝卜被你吃，红萝卜被你抢掉了。他说那么可爱，你能不能吃呢？就是啊，因为他可爱，所以才要吃啊。五个蛋里面还有一个惩罚和一个超级大奖。乐乐，你要砸哪一个呀？绿色的。好。不是绿色吗？声东击西呀。猜猜我是谁桌游？来，给你，买了，把它拼一拼。对了，这个非常好玩，对，这个非常。哎，也可能，哎，前期要给它拼一拼，是不是？首先我们要把这个玩具拼装一下，这个呢要给它抠掉，抠烂，抠烂了，在那里抠，我在这里抠掉，我没有抠，在卷。现在开始组装，好，开始。首先吧，它名字开头是 D 吗？No， 是地。那你只能排出一个啊，两个啊，傻瓜！你一下子最开始应该排出多的。多了真的不好玩。那随便。它是男的吗？是的。两女的都可以给它排除。那有的看起来半男半女的。整腰吗？对。他是男的吗？不是。那就可以排除掉一半了。他有胡子吗？哎，这个不能看的。哎，那就可以排除很多啦。他有露出牙齿吗？没有。哦，排除掉了，哥。啊！还剩下两个。那只要再问一个问题就行了。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吗？是的。他有戴帽子吗？没有。是一个人啊！乐乐对，乐乐赢了。来，西西，你要哪个？锤，这个唯一的紫色，希望不要是惩罚。再砸！雷神！我去！哇！哦！捡钱啊！你这是？他直接滚下屏幕了。看来寿星公就是寿星公。哇，看你多少钱，你多少钱？601、602、603、636。啊？630？看看，蛋蛋滚到哪里去了？啊，这里还有11卷，还有一卷是吧？我就说嘛，我不是这个，再数一下。640、600、666，对天，对天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六六大顺啊！我砸这个蓝色的吧。好的。666，有钱钱。哇，你们砸蓝色吗？我只看蓝色。跳绳一条。什么的一条？跳绳一条。奖你跳绳一条。快本跳绳。你看，这个大鹅，还有公，还有母鸡。嗯，这个鹅不凶哎，你看它不会咬人。来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绳，跳绳。我不会跳吗？解掉了。那我们以前是这样子跳的。啊！又掉了。还用这样子跳的？嘿，看不懂。马铃花开花21，二
样子，然后你要怎么跳我忘记了，我就是这么跳的。哎，来，你们的跳法是怎么跳的？看一下。嗯，直接跳进去啊，没有跳，没有花样的。太高了吧！哦，就是这样子跳吗？没啦。啊，无绳这种还可以放线惩罚嘞。因为奖励太多了，必须综合一下。THON 是吧？嗯。这里会不会是洗碗呢？洗碗一张。恭喜你要洗碗，恭喜你要洗碗一张了。啊，有啥嘛？你看，你想想，你还奖励了这么多钱呢，是吧？超级划算。哦，去哪了？去哪了？没关系，最后一个奖了，不用看也知道。一个就是这个怀旧自行车，嗯，可以给它拼一拼。哎，被零件撒烂了。好，拆组装一下。打气筒可以拉推，但是没有这个管子，没管子是吧？大家看看，应该有管子。嗯，这里还有好多零件。嗯，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来组装。听不到吗？启发设计，卡到那个轮子那里去是吧？你看这里要越过这里的，下一步有一个还要勾住这里吗？他有点懵。跟装真的自行车一样。这么长的螺丝，嗯，一个钩，真的可以动哎，可以踩哦，继续装，继续装，现在装前面的啊，乐乐小朋友已经拼到崩溃了，太难拼了，太小了这个零件，就是这个螺丝螺母，太崩溃了，这个螺丝好难扭呀。好了，拼好了吗？乐乐，这个是拼了两个小时，找零件呀，零件又漏了。哎呀，地板那么脏，搞得我都找不到了。准备吃饭，准备吃火锅，但是乐乐还在继续努力的在拼他的那个小单车。嗯，我们就摆好这个火锅了。乐乐终于拼好了他这个单车。好好看哟，这还个脚垫，看它头会转吗？还没转的。这有个单车，它是真的可以走动的，你看，哇，它那个脚架可以放下来吗？可以打上去，也可以放下来。哎，没气了，没气了，没气了。哦，那就打下气。嗯，给打打气吧。把这个打气筒的夹子，嗯，位置，然后呢，夹子那么一夹，嗯，开始打气了。哎呀，打气筒它怎么烂了 ？OK， 好嘞。哎呦，真的插车线了，它可以刹车吗？你看，要是点，哎，它这个，这是假的，要是真的话，点了这里会就这里会动哦。哦，好精致哦，好精致，好精致，合金材料做的。嗯，公文包拿起来上班去喽。哎呀，挂在后面。嗯，还有公文包的哟。嗯，大家走了，开车了，上班了。